自动贩卖机，我给你留了一个，拿走。哦，哎呀，这东西腐烂了。啊，不行，我饿了，我需要回去做点东西吃。香蕉啊。有很多呀。烤点生鱼片。萝卜可能够了。椰汁儿。哇，老大个，巨大雕像，多大？多大呀？割了两个叶汁儿，哎呀，新东西啊，来了啊！哎，这什么怪？一刀没砍死，咱们武器现在也不行啊，看来需要很多碳。我搞了一点菜啊，九个，才九个菜啊，到了两颗柱子的地方，还需要多远？很远。很远啊，这明显是叶族人的东西，这个哎，冲刺还快一点，有那个在水里快速游泳的科技。啊，这个是放技能芯片的地方。有个大鱼想追我。哇，这好黑哦。好多自动贩卖机。你扫上几样东西啊？很多呢，一半了，听不听？是吗？很多东西呢，而且地方也很大。哇，那么多。有个鱼追我，一个大鱼，哎。太贵了，我好像到了。嗯，对，就是这里。就是哈。哎，好，进来了。哇，开扫啊，这是一张照片。哎，这有个角族人，这个人不能扫。东西你是不是你都拿走了？箱子里的东西。哎，他们为什么不把这里边放水啊？啊，他这平台挺好。我之前把东西都拿走，但是那样你就看不到了。这个小东西，这个小东西也能扫，扫了吗？哇，这个大书柜好大呀！那还有任务呢。下一期啊，咱们应该去搞搞船员。哇，它这个真是墓地啊。对呀、啊。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啊。你来了，进来。啊，来了。哇，那是什么地？哎、啊，游戏厅啊。啊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咱们可以做。我有。啊，做出来。这原来有一个，是
水池。上面没有什么，上面就是保护装置，已经关掉了。关了哈。保护装置能不能吸走？哈哈，心好大呀！我试试去。上一个版本是不能动，保护装置是不能动的。爆炸了。吸不了。好多好玩的东西，我都想把它拿走。哪儿啊？就我这里啊。哎呀，小马宝莉。对呀、啊。你看那个宣传单贴着那个，应该是很小。这是玩具屋啊，这个是游戏厅吗？扫荡喽。哎，我也接近一半了，进度条。你又去哪儿了？我就在这扫东西。那箱子拿不下了。那有个宝箱。那个宝箱。怎么了？悬浮在空中那个吗？对啊。嗯。什么也没有，我已经挖了进去。哦。你拿过了。拿过了，没看到上面让我挖空了。就这个。只有一点膏药，嗯，完全不配那放的那个位置。挖了干什么呀？把人家破坏了。哇，雕像，愚蠢的愚行人。扫了一大半啊，哎，那个灯是人组的。那个宝箱，我要去拿。受压硬钢，增压横梁。啊，这是他们的建筑材料。你又拿人家什么呢？他们已经喊守卫了，快来帮忙！是吗？哦，哇，这把单手剑伤害好高啊！而且是单手剑，哇，这把剑真棒，好棒！受压门啊，这是个门啊。啊，这是个 RPG。啊，这个可以扫了，这个。啊。扫了吗？扫了吗？卡通片。这是居住区，住宅区啊！你看人家小屋，他的床不错，这个床真不错，我拿走一个。Thank you。我恳求您停止，不要拿我们的东西。你看见他说话了？嗯，在我下面呢。你这条都要扫满了，你是不是漏扫东西了？哎呀妈呀，马桶没了。拿到了一个，没把电源。这个能扫这个灯。花房。我快满了，我都要扫满了。哇，这个东西好眼熟啊！
拿走了，差一点就满了。哎呦，差点摔死。哎，星球仪，啊，可能是这个，差不多了。这东西是放哪儿的？放在这里的。伤害增强啊，是这么回事。看我武器怎么样？还是把单手剑？哎，到头了。到头了，好像可以换星球了。我走了，可以吧？那我去别的星球了。燃料还够吗？够，就在这个星系溜达。我不需要那个。我看你在跟人说话。星球表面应该都是岛。哎呀，问题是我也没有那个。我也没有。哎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海洋星球。到了啊！你要想去那个扫完了，你要想去那个就继续上我星球。现在觉得飞船太小，哇，东西完全放不下吗？好高啊！这把剑伤害就是有点短。就是有点短，我应该再配个单手盾。这个星球表面应该都是这个岛。哦，哎呀，好危险啊！我下水了。我那个武士刀给你拿回来好了，人家扫一下，是不是？没动啊，没动地方。
做个记号啊，省着那个走着走着走一圈走回来。我这大概剩两三样东西吧，我感觉。哇，这是个陷阱啊！这把单手剑呢，没有技能。哎，这里怎么这么红啊？这好像有东西，因为很平。哎，又是一个这样的城市。跟那个一样。双手剑，蓝色自动贩卖机，哈哈，这个伤害是23.3，就是有点短，还是不喜欢短的啊。哎，那个灯。一样，一样的，就是会有宝箱里有新东西吧？宝箱里的武器不错，你来了吗？啊，就是50刀。不会有好几刀吗？好。然后咱们可以去那个副本作个死啊。哇，他们有守卫啊！这里，当然有啊，刚才那也有啊。是吗？刚才那我没看见。是拿人东西拿的太爽了，没看见吗？是是是，我去把他保护装置关了。呵呵。好，关掉。一个东西都不能放过呀！我大概差2个左右吧，我感觉。前提是绿色的啊，这里没有绿色的东西。啊，游戏厅里还有个守卫。啊，这有新东西啊！啊，舞厅，那个没有吧？没有没有没有是吧？肯定有啊！他好像没有。没有什么值得拿的。我不想拿了。这是你的吧？是啊。就这个宝箱，上去看看啊。三眼眼镜，角度人的眼镜。哎呦，还有拿枪的呢。啊，这家又是个厨师啊。哦，他卖吃的，哇！帮助很大。
可惜我没有多少钱。香蕉肉，买个香蕉肉吃。哇，不错。对。哎，这个能扫。啊，满了。我就差个这个。把它给我拿回来。拿回去了啊。而且我可以走了是吧？我可以走了，我在这掏个洞吧。他们这种任务已经是做完了。有可能会加入你的。完了，这个城市毁了，我给这掏了个洞。去你去了，我把那个东西放到你飞船里，好吧？你这没地方啊，放到你那箱子里了啊。叫宝塔水族馆，啊，哇，你这里摆的好满啊！你的血为什么掉的那么快？就在墙上挂着，在墙上挂着。那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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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左下方。啊，这边还有鲨鱼。你可以挖过去。初始键不要扔啊。初始键在前方里。啊，初始的键不要扔。哎呀，我可以升级啦。提高这什么什么什么鬼啊？提高效率的吧。啊，我升级一下范围，升级了一下范围。科技卡有没有？有科技卡，有几张啊？这个剑拿去卖。这个差的还挺多的。是啊，所以感觉你那个不太对啊。我可以去接任务，但是装备不行啊，应该去做，至少有钛了再说啊。为什么我觉得海蚁可以去做个粉了？你不是已经打过了吗？没打，没打。不够。你去试试海蚁啊。或者试试那个斗鸡场。哦，哦，不行啊，至少需要那个，哦，用这个武器打打试试吧，用这个打打试试，因为捡了一个 RPG 嘛。冲啊！
啊，一炮一个。两炮一个那个坦克。哎，我掉血好快啊，我的这个防具真是不行。我看不见他多少血啊。哎呀，撞我好疼啊。哇，要跪要跪，打不过，打这么半天才那个打了三分之一，而且药不够。游戏哎，哪去了？出来个小企鹅。小企鹅在保护他。来了，哎呦，我挂了，但是他差一点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马上再去。他差一点了。我来了，老婆。跪了，被扎死。扎死了。捡了一本书啊，这是。回去交差。他先挂了，他先挂了。他挂的，哦，我记得是在地下那接的哈，去看看。咱们的装备还是太差了，应该起码有一套泰的或者什么的再说。交差，哎，可以交差了。什么？可以。啊，可以在他这雇那个三个钻石，雇企鹅佣兵。啊，就是这个作用啊。你交差了。啊，我那边也可以交差。扫完东西了。但是这个副本应该是打不了。我呀，对呀 ，RPG。
好了，我这个任务开了。我留个什么？金属护手，好垃圾啊！既然作死呢，就再去作一个吧。哎，把枪，我再去作一个这个斗鸡场，打成试试。那你就看这个手机吧。是吗？完事了。哎呦，我打不过。哇，他们好狠啊。哎呀，不是，他们好狠，伤害非常高啊，不是现在能打的东西。啊，这个图书馆可以了。那好，那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更新到这里了。本期咱们把这个角族的东西扫完了，然后呢又打了一个骇翼。下一期呢咱们应该是把自己的装备啊稍稍升级一下，然后呢继续下一个主线副本了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